据说这个玩意叫做牛顿的噩梦，它长得像根笛子，其实不是笛子来的。在你心情非常快乐的时候，你把这个铁块放进去，铁块就会很快的落下来。但是当你心情非常难过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铁块放进去，这个铁块也会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通过这根像笛子的东西。具体的原理，我相信物理课有认真听的同学都明白。